昨天我们说到雷诺加入十钻夺宝活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竹星子加入十钻夺宝活动。那为什么不在昨天的视频一起说呢？是因为另外做一期视频的话针对性就强一点，不然到时候呢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来问了。那根据官方公告，竹星子呢将会和创世四神两辆 A 车同时于7月22号上架这个十钻夺宝活动。夺宝活动参与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哈，欧的概率是比较大，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也是有保底才出的，保底是750张夺宝券，一般都会中一辆车子。不过你夺宝中一辆，然后使用750张夺宝券又可以领一个任选 A 车宝箱的话，那就相当于3000多钻石一辆，还是有点性价比的哈。毕竟竹星者的性价比还是有两下子的，虽然发布两年了，但是之前也说过了，觉醒加成之所以加那么少，就是因为这车如果再加多一点的话，那就可以跟新皇平起平坐了。不过性能虽然比新皇差一点，但是容错率和手感可是要比新皇好啊。所以如果能欧的话，那这车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注意哈，我这期视频呢只是做视频提前回答一下我想到你们即将会问的问题而已，而不是说啊劝你们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因为这个活动之前有小伙伴反馈是有比较黑的概率的，我也不知道是真假，所以呢有经历过被黑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说说，帮助更多小伙伴做出选择哈。